2017年的开场压轴，请准备好你的尖叫声，一起来欢迎我们的戏剧合唱团。地球之外，地球之外，我们彼此寻找，彼此寻找。地球之内，地球之内，我们相互伤害，相互伤害。万物生而平生，看清所有的缺憾和缺和美满，看重所有的所有，忽略忽略和存在。Love and peace, and peace.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We'll be right back.
我是狮子合唱团的主唱萧敬腾。我是团长吉他手李 Q。 Hello， 我是鼓手阿菊。强哥，吉他手小强，祝大家新年快乐，希望大家青春永驻。好。OK， 接下来呢？啊，刚才唱了一首。我们在去年，现在要讲去年九月多发行了一张全新专辑叫《Lion》，然后。今年呢，我们第一次去，我们第一次唱这个跨年，我们非常开心。狮子合唱团第一次唱跨年，谢谢你们，谢谢花莲，谢谢县长，谢谢。OK， 接下来。我唱我们专辑的第二波主打。叫做最后的请求，友情的最后的请求。哎，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钢琴都是水了，太滑了。再一次。给我们一个掌声，好不好？不用了，你还是补差一点，还是补差一点，真的太辛苦了。大家给老肖一点爱，快点！来，先 mute 掉，不然吵到观众。电视机的朋友可能会听到一些怪声。下雨吗？我们的身上也都是水。突然忘了怎么的，好，再一次，最后一次，再错的话就是我的问题了。嘉哥，好，来走。想念。
合唱团金曲歌王萧敬腾所率领狮子合唱团，第一次呢在2017的元旦，也是我们2017开始首演，就在花莲独家站。对，而且呢，我觉得这个萧敬腾他的企图很强，非常强。他已经拿到了金曲歌王，所以呢，他想要拿下金曲乐团。我觉得他以后应该还会发台语专辑吧。会哦，还有客家专辑都来哦。他要拿遍所有的奖项，以他的实力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没问题啊。是广告吗？广告广告广告。因为我们台上设备有问题，我们现在在解决。所以呢，我觉得萧敬腾他就是不断的在自我的挑战，不断的向前，不断的超前。嗯，对，就像花莲一样。现场是不是也没有声？有一点。是，我要谢谢哦大家。今天呢，我们很开心，2016跨2017，来到2017年的第一场，竟然是能够邀请到狮子合唱团来跟大家一起共度。你看到现在，我们人潮还是满到中山路。是啊，我觉得真的是，也是萧敬腾也是诚意十足哎。对，而且呢，你看全台湾现在各地的演唱会，应该都是人潮已经慢慢离开了，是只有这边我们凝聚了最大的能量，然后一起来迎接2017。那除了呢？我们萧敬腾的压轴之外，是明天一大早，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到七星台。不是明天一大早，今天一大早，对，今天一大早，我们欢迎大家到七星台参加我们有5架的 F16 会冲场迎曙光，6:37。同时呢，我们有升旗典礼以及健走活动，欢迎大家一起哦，用健走，用迎曙光来让大家自己越来越健康。是的，所以大家待会在看完我们演唱会之后呢，不要忘记了可以到七星潭，是准备要来迎接了。看看大家今天的热情，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不一定我们唱到6点也不一定。是啊，我们说很多人啊，外地来的朋友说，哎，你们的潭好大哦，七星潭怎么那么大呀？没错啊，我们七星潭太平洋啊，太平洋，对。所以花莲人很幸福，有两个太太，一个是太鲁阁，一个就是太平洋，对。好，现场的朋友，你们希望狮子合唱团唱到几点？唱到升旗典礼。几点？6点吗？是哦。好，那就看看大家的热情好不好？这一点小雨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嘛，对不对？是，但是呢，其实还好啦。我觉得，因为如果肚子饿了，我旁边就那么近在咫尺哦。全台湾呢最有规模、最干净整洁的400多摊的东大门夜市就在旁边而已。对啊，我们有各省一条街，有原住民一条街，还有福丁夜市，自强夜市呢都在里头，可以让大家一走进夜市就可以满足所有的口腹之欲。是啊，国际都会观光花莲嘛，对不对？我们是幸福的花莲，阳光的城市。是，来到这里就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大的热情，好像狮子合唱团代表的橘色就是热情、活力、奔放，还可以温柔，然后可以深情。好，那待会呢，回到节目现场，一样大家给他们最大的掌声，还有尖叫声，好不好？可以的。可以吗？可以吗？来挥挥手。Yeah。我们透过好多的平台哦，欢迎大家一起来认识花莲，然后跟我们一起来，迎接我们的元旦。现在三立台湾台还在转播哦，所以让他们看一下，我们这全台湾最高的收视率，应该就是这一段啦。好，谢谢大家。Music Fighter。
现在是县长，请你上台。又到了县长快乐跟大家快乐的时光。
现在不是中场休息，更不是要解散，这只是开始。我还是觉得你太厉害了。没有，因为我们跨年从2009年办到现在，09、10、12、13、14、15、16、17，第九届，只有你来这次下雨。我以为你要说什么。对啊，不好意思，这个太阳神碰到雨神还是下雨。这真的，这个雨是我带来的，真的难得来一次嘛，搞不好今年2017年就大家都发财。来点声音好不好？来点声音好不好？昨天记得还在浙江啊，对，我把这个叫做 Delay Life 哈，对，把它录好。这是今年唯一留在台湾陪大家倒数迎接崭新的2017，台湾最大咖，我们花莲之光，我们花莲最优秀的萧敬腾县长的，来点声音怎么样？没有县长的跟我们现场，而且我们是新人现场，我还要谢谢你，我们是全新的团体，我们叫狮子合唱团。我们去年的9月12号才发行第一张专辑，然后今年就很荣幸能够踏上这个花莲家乡的跨年的舞台，我觉得真的非常感到荣幸，非常温暖。谢谢副县长，谢谢。也谢谢在场还有电视机所有的，所以你们记得啊，支持萧敬腾就要支持 Lion， 支持 Lion 就要支持萧敬腾，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所以我们上次买的 CD 是那个是前上一张的，上上张的，所以是萧敬腾的，副县长这次要买 Lion 全新的，要买狮子合唱团的 CD， 支持台湾之光。没有，谢谢。没有，副县长，我觉得今天你上来绝对不是就这么简单了，对吧？去年我们都上头条，有18同人阵吗？而且去年的影片到现在还在流传中，而且我记得前几天还是您自己发的，对吧？对吧？有发了一个，把去年那个倒带的，对。今年要不要再来一个？那2011，新年新希望，来一个换首歌嘛。反正钢琴也在这边 ，Come on baby， baby， Come on baby。好，我们有，对吧？老师，我们来这里附近好了。哎，县长，你擅长什么歌呢？我就是什么歌都可以的。Any song, any key。去年是新不了情吗？去年是新不了情。今年敬腾没有去赚人民币，一定要留在台湾陪大家。是人民币已经赚了。所以，是不是啊？他这么在乎大家，对不对？对。那我们也在乎萧敬腾，好不好？在乎 Lion 好不好？啊，不会是那一首吧？我不会是花莲人会唱的那一首。我只在乎你。是的，你要唱那首，我只在乎你。那我一定要把我的My Love。夫人吗？夫人。哦，刚才县长已经叫我 baby 了，那夫人要叫什么呢？ Honey。这个敬腾，抓一下县长。刚刚大家看到他在弹琴的时候，真的他是一个多方面非常用功的天才。真的，我们很高兴他是我们花莲的孩子。那这首歌表示我们很在乎。夫人唱吗？夫人要唱吗？不，他只要
含情脉脉的看着我这样。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好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这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大家都很喜欢镜头，现场再来一首吧。他非常可爱，不过我还是要先回应刚刚大家的要求。好棒啊！我爸妈也是常这样，很浪漫。哎，真是受不了，太甜蜜了。那个，现场再一首吧。更贴切一点的，亲密爱人，会不会？亲密爱人，是是。哎，怎么唱这个？今夜还吹着风啊。今夜还吹着风，啊，真的真的，高了吧？我是男低音。今夜还吹着风，对吗？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
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跟各位确定一件事情，我们都很爱萧敬腾，是，他也很认真的为大家演出，而且我可以很肯定的，钢琴上面真的都是水，所以他弹得非常的尽力。我们给萧敬腾来点 noise 好不好？萧敬腾，狮子合唱团呢有准备了礼物要送给你们，这次就不让现场破费了，我有带专辑送给现场。哇哇，所以我送了现场跟现场夫人各一张。哦，我们狮子合唱团的写真集，没有专辑，这样子好不好？怎样子？因为。在这个时间啊，还留在这里，还留在这里，也在，真的是很舍不得。欢迎敬腾，我们现场的人是不是都有彩券，还是都有吗？彩券，我们都有做那个 hashtag， 有他们可以上传他们今天在跨年晚会的照片，都会。彩券没有彩券，那是怎么样算抽到？就是直接我们随机会在网络上面，对，这个是你打的，对，那这样子。这是 Lion 吗？ Lion， 对， Lion， Lion， 这个我们是四个人的团体。好，或许现场也可以加入哦。可以哦。哦，双主唱哦。我现在还没有失业。现场是老虎，现场是老虎。我想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可以上传上来，好不好？嗯。好，那待会结束以后，我们多收一些人，好不好？哦，多收这个可以吗？准备一些小礼物送给你，送我们的 CD 好不好？要多少张？我直接买。我这是不是我开口的？多少张？三万张。现场自己跳进来五张，五张，你太客气了。五万。现场，现场不会只买五张。五箱。五百张。先跟地位自己后面来加。这样子好不好？是。大家可以上传上来，好不好？是。100张给大家抽，好不好？谢谢现场，谢谢。现场加油不？现场要给除了非常暖心，除了现场加满100张之外，前几天我们看到上个月啊，因为看到那个萧敬腾感冒，对，所以康复了。现场体恤你的，现场亲自帮你围尸体，人家都说龙体嘛，对不对？所以以后不要叫现场自己吃的吧。怪怪的，不会是现场自己吃的？对，现吃的好了，现场亲自选的，耶！要您今年狮子猴，狮子猴上团大红大紫，对，所以我们啊，哇塞，好像在现哈岛，现场头发乱了，就是满满的祝福，谢谢现场，谢谢，还有这个保温杯，嗯，好开心，保温杯。另外三个，我们请夫人来送。另外三个团员，团员都有。Thank you。对，还有帮忙，待会我帮小强。OK， 我谢谢县长，谢谢县长，谢谢县长跟夫人的照顾，谢谢花莲同胞的，可以交给他们的宽待，谢谢。那个暑假还要看到敬腾吗？当然要。要不要看到 Lion 狮子合唱团、Lion 合唱团？要，好不好？要。好。那记得夏天要来哦，知道吗？知道。知道。啊，那刚刚这个中间呢，接着下来，离6:16还有相当的时间。是。来，我们再来一点声音，我们继续下去，好不好？谢谢县长，谢谢夫人，谢谢。我们赶紧把舞台赶快再继续交给我们的狮子合唱团。接下来我们最后一首歌曲，大家动起来好不好？这个
之光，萧敬腾狮子合唱团。相信今天晚上有敬腾这么样的带来震撼跟祝福的歌声，给我们在场每一位粉丝2017年最大最大的祝福。各位好朋友，我们明天依然在这里有最精彩的演出。我们希望今年暑假我们一定要看到萧敬腾再到跟狮子合唱团再来花莲啊做压轴，好不好？好。声音不够大，我们可能请不到狮子合唱团。来来来，一二三，这样子不来不行，这样子不来不行。好，那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太平洋观光节，收录亚洲所有的巨星最经典的声音，尽在太平洋观光节。我们明天见。谢谢。
最棒最棒的观众，谢谢大家，最优质的好朋友。等待机票，对，好，因为他们有 take 哦，哦，好，现在马上哦，来，我们有两张机票，花莲直飞香港，两张机票，来，我们看一下荧幕上面，荧幕上，首先要抽出第一位的幸运得主是，镜头换一下好不好？耶，不想回去，哇，欢迎恭喜。请到我们控台，谢谢。来，接下来要来洗牌一下，洗牌。第二位可以得到我们香港来回机票的是哪一个幸运朋友呢？请看，哇塞，阿考罗台湾，一位特爱老萧特地上海。好，来，我们重新再洗牌一下，接下来要抽出三位我们法布搞怪乐园的五张门票的得主，我们要抽出十五张，一人中奖，五人同行。是的，究竟谁会中呢？第一位乐园，洗牌一下喽，来看看谁可以中哦。哦，还有二零一七，二零一七，谢谢。有人说上大荧幕他就嫁。有在现场吗？有没有？上大荧幕就嫁给他，在那边嫁给他 ，baby。花莲也是最幸福的城市。生三个在一起去乐园 ，yes， 刚好五个人 ，yes， 哇、wow ，好来。他说上荧幕就要嫁，他就是抠到了，谢谢。来，紧接着来，洗掉第二个乐园的得主，第一次带女儿跨年献给花莲了。到我们的控台这边来做登记，谢谢。今天最后一位我们法布搞怪乐园的门票得主是哪一位？哇哦，这个是游小姐吧？多鞋子，我叫完以后，前面的弟弟很用力的震惊你，没有看着我。姐姐平常压力很大，对不对？花莲太平洋观光节、光棍节，妆花亮，老萧一定会一直看我。哦。在哪里？那个接着下来。这一百张赶快抽一下，哦，先抽一张是不是？先一百张，一百张吗？马上接着抽哈，就没关系，抽到人都走光之前把它抽完就对了，好不好 ？OK， 好，好，来 ，OK， 谢谢。一百张，来，我们请一百张，我们有办法吗？来，我们现在开始记录好不好？好，来，夫人一直看着现场的手。来看一下我们弟弟，现场变心了。来第一张，刚才都叫你 baby 了，对不对？要抽一百张哈，谢谢。可以吗？来，我们一起跨年嘛哈，来。第一张，恭喜！第二张，二零一七新年快乐，这是老萧，这是我们狮子合唱团的专辑，最新专辑在去年2016年9月发行的。来第二张，这样好了。是，那照片几个人就几张嘛。哇，这样子快一点。哦，这样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有人这是三张的。这样，这样比较快，这样比较快。好，好，下一组是你吧？这张是你啊，要换照片。三张，三张。好，来，再来。好，我们会直接公布在我们网站上面。你看，再抽多抽几个，多抽几个，让大家开心一下，体会一下，好不好？好，来，第二个中奖者是。几位？好，来，谢谢导播。但是要算一下，我现在已经三张了，三张了，剩97张，还有97张。来，我们的荧光幕要洗牌，他要重新洗牌一下下。我在洗牌啊，哦，没人了。20秒才有一个，对，20秒才会有一个，所以大家稍安勿躁，好不好？大家看到后面有黑黑妈妈就自己举手好不好？有没有一张照片是50个人的？
现在拍来得及，还是要用电脑抓嘛。没有，其实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位得主是谁。好，两个人，恭喜，随便送啦，恭喜。那个翻白眼算不算？没有，翻白眼算不算？有，就是你右下角还有一个，那个是杨学文，就是他。我们两个人，恭喜，已经五张了，来，95。这二十秒一次啦，我电脑。OK， 来下一张，请看。上传的，马上中了两张，93张，在哪里？来下一组，请看，91张，来恭喜！哇，这里是两位哈，剩下91张，是还有91张哦。好，剩下91张，我们会公布在我们夏恋嘉年华的官方粉丝专页，好不好？是大彩蛋的大惊喜耶，喜从天降哎！今天太多彩蛋了，谢谢，再次谢谢狮子合唱团，谢谢，谢谢我们9453狂热夜，我们明天见喽，拜拜！记得6点钟在七星潭啊 F16冲场，新曙光。7点钟见走，升旗典礼 F16再来一次。好，谢谢，谢谢大家，新年快乐！再把掌声送给我们最棒的狮子合唱团，新年快乐！来，谢谢啊，谢谢。来，刚刚新进得主，请到我们的控台登记哦，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好温暖。那个，我们剩下的我们继续抽，好，大家不愿意散就继续抽。